talking to you is all I want, and I'm trying hard to take a chance and send you the message I'm loving over sent, but it's so out of essence. Maybe I'm scared that you might hate me, but I'll try not to mess it up. I don't wanna confess too much, I just wanna get to know a little more.今天是礼拜一，就是我来澳洲满一个礼拜了。今天朋友休假，所以呢，我们就是开车来比较远的地方喝咖啡。这个咖啡厅的话还蛮有名的，它是在河的旁边，这边就是河，一整条都是那个布里斯本河。今天又下雨了呢，就是我来了布里斯本一个礼拜，很少遇到下雨，今天好像是第二次难得出来就下雨，可是好像有渐渐在放晴了，但没有放晴。好，我们期待。我们找到了一个户外位，现在在澳洲做户外超舒服的，就是很凉。现在是早上10点，大概10点，然后咖啡厅就很多人喽。这个是覆盆子塔，是吗？哦，寿司蛋糕，水果塔，然后跟法式面包，法式三明治。这家叫做 Mika， 然后喝黑咖啡。哇，月光，有摸过的吗？嗯，有可以。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这边是什么 ？James Street。这边呢就是一个复合式的卖场，就是这边有美食街，然后前面有一个很可爱的超市。这边的超市真的超美的。澳洲的马铃薯有好多品种，看这个也是马铃薯哦，全部都是马铃薯。在澳洲真的太需要帽子了，因为这边的太阳真的好大哦。我那天就是没有戴帽子走在路上，我就觉得我的脸要被晒伤了，我已经有涂防晒了。这条就是王美街，很好拍的一条街。现在来到了一个台湾超市，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里。
这边呢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周边的话都是住宅区，然后有一个商场，它都是写中文的，像这边有看到啊，这是卖海鲜，然后一个餐厅有卖肉，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台湾餐厅，不，台湾超市，很期待，因为我也是很久没逛台湾超市。今天的行程又是来逛超市了，只是是逛台湾超市，所以是不一样的哦。逛超市最好玩，每次都可以逛超久。是孔雀香酥脆，还有乖乖。天哪，说不定这边有啊。维力，跟维力炸酱面很早。蒸拌面，这边有蒸拌面。福大本跟面，看有冬粉，好久没看到的冬粉。他有卖喇沙面耶，而且他卖的蛮便宜的，60块。对啊，一篮的价格好像蛮便宜。这边新拉面一杯是25块，30块而已，很便宜。竟然有关西吉隆仙草，我的家乡味。济州啤酒，这边的烧酒有比较便宜，2瓶300块，1瓶150台币，好像还 OK 哦。但我在这边是不会喝烧酒的。天哪，是古道梅子绿茶。很台湾味的饼干区，我觉得价格好像还 OK， 就是没有到很贵。像这个卷心酥大概50块，我朋友已经失控了。土豆面筋，酸辣汤跟玉米汤，早安，今天的早餐要来吃炒蘑菇。这边的蘑菇超便宜，这样一大盒不到台币100块，而且蘑菇都很大颗，所以我早上要来吃这个。开着杯子，这个吸管超可爱的，
这样一杯是台币80块，黑咖啡，就是还蛮便宜的。这一家。Take a chance and send you a message. I'm hoping overset, but it's so hard to pass it. Maybe I'm scared that you might hate me, but I'll try not to miss it.